好，我叫乌卡，是四年级的学生。我学习中文三年多了。我是凯伦，我今年是三岁，学了一年的中文。大家好，我叫丽娜，我在波斯出生，上四年级。安里桥是一个国际性的比赛。通过这个比赛，我不但可以结识更多来自澳大利亚其他州的汉语学习的同学们，而且也让网络可以跟更多的汉语学习者进行同台 PK。虽然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澳洲人，但是从小我妈妈就让我开始学习中文。学习不同的语言带给我很多很多好处，帮助我找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。也正是因为学习语言，让我与他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更加容易。对不起，我的中文不好。对不起，我不是